大家好，我是阿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里就是我们昨晚睡的地方了，早上今天看不到日出，我们的天地幕被吹烂了，现在没了，全部蓝色，住的地方没了。现在是早上，牛都起床了，是食草的，那只好饿，那只今天不在这里，这里，昨天那只肚腩很大的嘛，有点咸，那些牛都有大耳仔的，哇，第一次这么近，经过你。有少少驚啊！誒，琴晚嗰只喺前面啊！呢只，肚腩特別大，我發現。係咯。呢度就大草原，嗱，佢同野豬過嚟，佢揾間嘢食。呢只，唔係啊！琴晚嗰只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这只，哦，是这只，哇，这只，大家留意住就是它了。是啊，摆多点 pose 啊。沿住呢个红桥行过来就系呢度有个艇啊，搭浪艇，搭浪艇。天涯难得如此胜景，系浪迹海角，竟有这般风光。哦，这风光嚟。喺呢度往前行就系村民呢度。厦门佢呢度 total 有三个洗手间啦，公共厕所，全部都好干净嘅。我哋而家行到去村民区，嗱，大家嚟到呢度咧，真系要自己留守自己带走，唔系咧，唔好喂牛牛食嘢，牛牛佢哋有自己嘅粮食可以食嘅。嗱，呢度都有个公厕啊，呢边，呢度有公厕，而家我哋上去。一份7蚊系嘛？系咁样7蚊，我记得。有人食啲啊？好，同埋佢仲有卖呢个鱿鱼丝，大家嚟嘅话可以帮衬阿婆婆啦。唔该。嗱，我买咗呢个鱿鱼丝同埋墨鱼丝，呢个鱿鱼丝系婆婆自己晒嘅喎，啱啱我睇到，好叻啊！买试下。你行啲咸鱼系自己晒，生晒啲咸鱼。哦，鹹魚啊！鹹魚我唔敢食啊！你自己曬嘅啲鹹魚，好啊好啊好啊！好唔好食啊，墨魚？好食，好食係咪？我都覺得好食喎！而家已經咩？而家已經開始買，就買幾包翻去食，反正唔會再買。而家行入嚟佢呢度，係探門嘅。村哇，呢个系啱啱新起，可能要又系出租房，可能俾大家睇睇香港嘅另外一面。佢呢度就系码头一行人嚟嘅右手边咯。我哋已经兜咗一个圈翻嚟了。嗱，码头。我依日嚟就会睇到嗰啲村民卖紧呢啲嘢。
嘢，賣緊魷魚、墨魚啊，佢呢度都有嘅。嗯，睇下都幾新鮮嘅。都有嘅。買啲海味啊，鹹魚啊，鮑魚蝦乾啊。那他们呢，如果你来到这里，有些人呢没人可以住的话，这里有租给你的，一人营280元。那海上活动什么都有。那这个是我们的 lunch， 突然间吃三文鱼扒，还有这个是什么卡布，正啊。我哋走啦，呢度系潭门，等下搭5:30嗰班船去马料水。你个船到啦，好嚟跑噶，船到啦，买到买有，系走啦走啦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系啊系啊系啊，下次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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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